挑战新加坡每个 MRT 找一个女孩子改变发型，第十八期，三八汪 ，Let's go。Hey, hello, excuse me, 可以打扰一下吗？是那个 Eric。啊，对呀、啊，是我。你认识我吗？我看过你的频道。是吗？你应该看到过我，应该就懂我是。对。我想邀请你改变一个发型，可以？很荣幸，我很荣幸、啊。我是觉得你的头发的 color 现在是有点太黄。我个人觉得，其实每个女孩子都会怕头发变黄，然后看起来没有精神，很憔悴。Okay. 你会怕吗？我不懂。会，我其实我还挺怕一下。是吧、啊？但是还是需要漂发，你可以接受。OK 了，可以了。啊，这样颜色你有什么需求吗？就照你要怎样子搭配就、啊、就帮我咯，就帮我弄。OK， 那我们约个时间。Ready. One, two.